大家好，我是容祖儿。这次我为大家带来次话题新中国古装电视剧《武则天主题曲女王》。这首歌由江嘉诚作曲，杨希作词。歌曲以武则天的角度出发，歌词里面只为生存，只为安眠，交代了一个有醋到王城的女子到变成尝尽了千世万世庆典的一代女王，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成就了登上悬崖峭壁的女子，就讲出了女王对一切无可奈何的身不由己的感情。当我唱出其实所有故事只有我知道的时候，这里有一种心酸的味道。而歌词最后一句花事之时，我何时能重遇你的脸，真正是女王最落寞的写照。一个人独守宫殿，真实的人却早已远去，仿佛其帝国有多繁盛，灵魂就有多孤独。这首歌的中国风编曲呼应了那个电视剧浓厚的帝王色彩，同时诗化属于女王的英姿江长的一面，希望加上我的声线能填补了武则天女性的一面，还原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代女王。营造了登上悬崖峭壁的女子，人在此真亦犹豫，退都未容易，谁望到可以名留心思是如何。只有我知，谁让那初到皇城劫生的女子，承受她永未能忘记的日和月，尝尽了千世万世轻点又如何。幸免同着可以仰望，不能求已在你的宫殿，花世之时，我何时能重遇你的脸？